里奥瑞克生前曾是人人敬爱的君王，可惜他后来被迪亚波罗的邪恶力量给逼疯，死后变成了骷髅王。到了最后，他失去了两个儿子，还有自己的灵魂。现在，他从坟墓里爬了出来，再度侵扰这片大地。里奥瑞克应待在无形之境，然而他却挡在我和陨落之星之间。击倒他的关键就是他以前的王冠。去找我们的铁匠海德格，他知道王冠的下落。莉亚，不要轻忽那些征兆，难道你不相信眼前的景象？莉亚花了整晚和铁匠的妻子一同照料伤者。你听说了吗？老兰佛德把我们的尸体……铁匠，迪卡凯恩说你能协助我找到里奥瑞克的王冠。现在不行，我的太太，她跟那些被死尸咬到的人一起关在地窖里，我必须要收拾他们。可是我怎么下得了手？我们必须这么做，铁匠，我会帮你的。谢谢你，请跟我来。他们深受痛苦，铁匠，帮助我们。亲爱的，原谅我。海德格，救我！法力不足。我是海德格埃蒙。要是没有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欠你一份人情。海德格，我需要你帮我个忙。我在找里奥瑞克的王冠。这我帮得上忙。那顶王冠就跟我的祖父埋在一起。他生前是里奥瑞克的丞相。你到悲泣荒原的墓地里可以找到他的墓穴。而且如果你看到我的笨徒弟的话，记得叫他赶快回来。这次来了一大批怪物，各位坚守阵地。再等一会儿。那是最后一只了，这座桥安全了。我又充满活力了，法力不足。
我的法力越来越高深。法力不足，再等一会儿，需要更多法力。这座坟墓下的骸骨散发出疯狂和背叛的强烈气息，王冠就在附近了。法力不足，再等一会儿。等一下。
我需要法力。我不会让你将里奥瑞克那个怪物带回这个世上。需要更多法力。你找到那个王冠了？老实说，我没有想过你可以活着回来。哦，这个东西需要修理，应该没有问题。重新开始工作的感觉真好。做好了，你看，感觉就跟黑狂军里奥瑞克当年戴在头上的一样新。我不需要再继续打造铁锹了。我要制作更厉害的东西，我要让我的生命更有意义。我们都在悲伤中寻求生命的意义，说不定我们将一同领悟生命真谛。王冠在我的手上，带我去找这位迷途的君王。终于有了这点王冠，就能在我获救的大厅里解开封印之门，进入王室墓穴。当你找到骷髅王，将王冠放置在他的头颅上，然后消灭他。骷髅王的暴行荼毒这片土地，我会解决他，并找到那颗流星。